敢去。直接来想今年 C 位的人。哎呀妈呀，太吓人了！精彩精彩，要选朱星位嘛，那肯定要播一播。我们七个人都这么强，肯定都想要争那个最好的位置。跳完这个舞之后，我还是五操胜券的这样一个心情。我觉得我自己还蛮适合的。我相信只要我站在那里，就能让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我身上。西林，西林，独角兽，我们的性感 vocal 明星。对，就是我想说，就是可能你们觉得我就是 vocal 嘛，而且你们就是造型到现在为止都是属于可爱风，但其实我在来之前我一直都是走这种风格的，今天就很飒，所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真实的我是什么样。哎，你找范儿了，找范儿了，哎，来范儿了，有那味儿了。小哥，小哥。有那味儿，有那味儿。哎，这首歌挺我的呀。我前面的那个性感，后面的那个萨库，我都可以啊，而且甚至是我之前一直都是的那个风格。来吧，苏瑞琪，曾总，曾雪瑶，曾雪瑶，最后一个啊！为什么看中了我自己？好尴尬。安瑞琪是一票两票，对，雪瑶也有。三票，雪瑶，所以最后是雪瑶，是我们的雪瑶。天哪！谢谢各位。就我就一直在盯那个票数，然后我当时就很极力的想看清，从中再多盯出来一个苏瑞琪这样的名字。但是仔细确认了，还是雪瑶的比较多。就其实大家各方面都有比我做的好的地方，就只能说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吧。说实话，我有一点没想到，就是这个歌的整个的风格它是潇洒，雪瑶有一点太性感了，就是她在中心位的话。